世冠到现在最重磅的一场比赛 AG 打狼队，不得不说 KPL 内战确实精彩，尤其是这种强强对决，两队都有高光也都有失误，最终打成了平手。第一局一上来 AG 给中翼拿了绝活镜，前期下路的一波碰撞，一星拿到了一血，王昭君闪现换掉长生，但狼队还是小亏了一波。此后双方均势发育，十分钟的暴君团战，镜和亚莲本来准备强切妖刀的卡芬尼，但这波愣是被妖刀吸血吸了上来，没能击杀。这最后还是一丝血，但是被血量给粘上了，还在最后一下，但他一直在吸血，我的天哪！妖刀把自己的血量锁住了。不过15分钟，妖刀的卡芬尼送了波大的，一生的墨子在红区晃悠了半天都没有探草，而妖刀也直接被草丛里面的镜瞬秒。AG 抓住这波机会，瞬间将场上的局势逆转。最后一波又是妖刀出了问题，被一星框住之后无路可逃，镜配合赞尼尔进场，伊诺的伽罗一直在后面输出。随着狼队的三人倒下， AG 也完成了翻盘，拿下第一局。第二局狼队拿出大乔老夫子，前期就针对发育路在打，伊诺和 Cat 不忍心放掉这波兵线，可能也是没想到狼队能有这么多人来，导致两人送出了一血和二血。不过小劣势的 AG 还是敢打敢拼的，渲染的西小满看到橘右京直接就闪现开团，一个打五个，还换掉了小胖。来看西小满上去动手，但是被控了一下，一砸出来，二踢一脚，但自己也走不掉。最后一波 AG 在打龙，但 Cat 并没有卡好龙坑的位置，橘右京的斩杀线本就比凯更高，大乔还给了个沉默。狼队拿到暴君后， AG 本来是可以撤退的，但是偏要强行反打，也因为站位太密集，被一格的大招打出了高额 AOE。伊诺和长生都想撤退，但是都没有跑掉，最终狼队和 AG 也打成了平手。小胖依然是狼队最稳的那个人，中翼也直言对阵到小胖压力很大，感觉野区压力挺大的吧。我觉得他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什么时候压力都挺大的。看来世冠版本两队的差距并不大，后天的再次对决也将决定谁能拿到小组第一了。另外最近还有一个比赛值得关注一下，就是梁河村的村 game， 只要发布跟乡村电竞有关的内容就可以获得奖励，不论是跟乡村电竞的故事还是自己的王者操作都可以，千万别错过了。